我们继续开会哈、哦。我们请王胜仁议员咨询，时间四十五分钟。谢谢副议长哈、哦。我一直咧强调一项代志，就是自我做民意代表以来哈、哦，我一直就是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江山离啊来遐一定要有一个停车场，这已经伫。两边的这个总执行当中，我拢捌安尼讲过吼。啊，但是遐的土地取得上相当困难啦，因为遐是旧的部落，所以讲吼，伊有一个情况非常无好，就是讲，迄个时阵民国六十几年的建设无像讲，将士咧做啥物代志拢有一个规划。所以伊迄个时阵，遐个厝咧起了非常乱，啊！但是遐个人口目前内底相当的密集，啊！但是经过以往大家安尼讲，会争取二啊几年来，就是没有一个会当让遐感觉会当满意的停车场。有时会当讲共借一个地，啊，画一个吼、哦、五啊几位、四啊几位。迄其实吼、无法度解决真正的这个困难。啊，今仔日我伫遮最主要安尼讲吼，就是因为真有一个机会真大吼、哦，就是我真用这个图遮吼，这就是伫咱的二圣路，啊，咱的这个凯旋路，以及包括到咱的。武营路一直到咱的武庆路遮吼，就是以早的这个凯旋路东侧台铁高机场迁移案这个啦吼，这个有可能那以我目前所在，伊是应该伫1809年吼，咱真的。杜阿子已经有针对这个问题，有迄条应该会由咱高雄市政府遮吼来协商接手啦。吼、哦，这是咱真安尼讲啦。啊，你真就是讲，这个问题如果那近者有可能伫民国1808年，嘛有可能都有这个机会通好吼，大家针对这个问题来做协商。啊！伫遮，我是感觉讲难能可贵啦，有这个机会，这么好，而且阁是一块空地，你要做立体停车场，还是要做地下停车场，这对咱来讲哦，拢唔免讲，就像以前大家咧讲江山啊、瑞丰国中有要用挖的落去，迄个时阵的工程上吼、哦。就相当足困难，钱嘛也开了足济。啊，你若讲真会当提早有一个规划，哦，我是较希望讲吼，会当底下有一个差不多上少有吼1000位起哩，哦，而这个停车场彻底来解决江山里下来，以及这个有牵连到林阿区，哦，你像这个。这个较挖伫咱这块地边啊，遮哦，遮下一挂林阿区新路路这边遮，拢总可以蒙受其利啊。所以讲这种物件，我感觉讲哦，若有这个机会，是不是讲咱高雄市府咱的都发局，它可以针对这个方向，把它纳入哦。咱的到时的规划小组内底做一个迄条协商安尼，哦，这是会当解决到拢总有将近14万人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问题，哦，啊，而且我是咪拜托讲咱的都发局李局长吼，针对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当？讲吼，好，我甲你拜托，吼、哦，是毋是可以纳入？吼、哦，啊，无就请咱的
徐副市长。好、哦，啊，徐副市长请到。多谢，诶、欸，多谢主席哈，多谢王议员哈。啊，因为这個，诶、欸，工商啊，离业内吼停车的问题，确实是非常的严重。啊，进前咱嘛讨论过，哦，啊，包含一些方案，就是讲三个公园内底，啊，因为公园嘿、那個，他们讲我们维持公园绿地，互人使用，吼、哦，他们讲安尼较，迄落，所以，诶、欸，确实。好、哦，这段时间这个问题无法度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解决。坦白讲，我家己嘛足困扰。我想讲，因为这件代志牵涉到都发局，牵涉到交通局，啊，我直接甲你回答。我想，市长嘛交代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迄、那个这个部分吼、哦，一定爱想办法来克服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会找迄个都发局和交通局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我知影迄块地除了都是计划。顶管的一间处理以外，迄是代替内底阿毛机关要求讲文化局爱去做一间文字的调查啦。对对对，那是不是能够克服？老实说，我也就咱这三个局处来尽量协调。吼、嗯嗯，啊有法度用这块地来解决咱在古堡路的迄个停车的问题，我想我会全力以赴。谢谢，啊你请坐。因为如果咱对我所讲的吼是一个建议案啦，吼啊所以讲。咱要讲白，这个代志长期要发生到安怎，到时研发起来，甲大家研究起来，经营到底又阁变安怎？咱真是今日会当先以讲，这块地如果若是到时是像我方才所讲安尼，是毋是我们就可以朝这个方向，大家共同来做拍拼呢？吼、哦，毋是讲一定讲。吼、哦，有啥物讲？吼、哦，做硬性的一个迄个决定安尼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非常感谢咱的徐副市长。吼、哦、啊，迄、那个因为吼、哦，我会真哩在意遮吼、哦，就是将来咱进咱的轻轨吼，咱的这个迄、那个转运站嘛是拢伫遮啦。所以这个所在以后牵连到咱。整个未来都市计划当中相当重要的一环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伫遮做这个报告，啊，甲咱高雄市府团队，甲恁做一个拜托，吼、哦，如果若有可能的话，吼、哦，非常感谢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伫遮我嘛要甲咱高雄市议会内底所有的同仁，吼、哦、啊，以及所有的干部员工。咱上亲切高雄市府团队上认真吼、哦，啊，直接甲恁说一声，啊，我姓王，所以老王卖瓜啦，自卖自夸，吼、哦，即阵我伫交通单位内底，就是阮三个局表现拢非常的好，观光局、吼、哦、捷运、交通局，所以我嘛直接一并甲恁说一声，啊。年关将近啦，即阵咱开会了也差不多要过年啊。我嘛直接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大家心情放个轻松。吼、哦、啊，我嘛不爱耽误大家太久的时间啊，我到啊，和大家通去休困，大家吃一饭嘞。吼、哦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谢咱王议员哦，的接顺哦，下午吼、哦、3点继续开会啊。